现在介绍天才赛车手黑色，投入一枚硬币。游戏机会随着音乐摆动，玩家可以跟着荧幕上的汽车用方向盘操纵。吃到礼物会获得分数。遇到障碍物需避开。萤幕右上角显示游戏时间，时间到游戏即停止，机台停止摆动，游戏结束。